Sorry, I can't go to your fan meeting because I'm in Europe right now. So, but I really want to go because I love you. 希望听我爸在台北的这两天能够有很愉快的经验，然后可以跟粉丝们玩得非常非常开心。重点是，先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谢谢你们，大家好。Hi, you remember me? I'm Greg. Sorry, I can't go to your fan meeting because I'm in Europe right now. So, but I really want to go because I love you. 希望听我爸在台北的这两天能够有很愉快的经验，然后可以跟粉丝们玩得非常非常开心。重点是，先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谢谢你，希望我们可以在韩国或是台北见，然后在一起吃个饭，喝杯酒。谢谢徐光汉。无论哪里哪里啊，今天就是我的日子啊。大家好，我是 Redition， 我爱你们。아이분은엄청유명하신분이에요아솔직히이분이더잘생기셨는데 大家好我是 Redition 我爱你们아이분아아택시택시를봤어요노란택시를봤습니다보타니컬가는데이렇게사람이너무많네누구혹시기다리세요택시드라이버나와주세요之前你有曾经来过台湾吗제가공식적으로는이번이처음인데사실저는예전에방문한적이있었어요15년전에其实他这次是我就是用这种公司的立场来回答来到台湾那其实15年前的话我也来过台北一次哇15年前相隔15年应该都不一样了吧솔직히지금많이돌아보지않고숙소근처만봐서많이바뀌었는지는지금제가느끼지는못하고있어요因为其实我觉得昨天到的话也还没有就是在街头这样子走走，就只有在饭店附近，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感受到有什么地方做改变这样子。그래서저는영화촬영을마치고나서개인적으로다시타이페이올거예요那等我回去是拍摄完这个电影的话，我会再个人过来台湾这样子。아서다몰래와야지근데혹시나와서제가돌아다니는걸보더라도네멀리서리디션이다라고하지마시고그냥가까이오셔서저를꾹찌르시고예알아보셨죠한다음에사진그때같이찍으시죠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我的话，不要就是大老远的就大喊李帝轩，你就可以走近一点，然后就戳戳我，跟我说我知道你是谁哦，这样子的话我会跟你们合照。可以合照啊？怎么戳？怎么戳？这样，你是李帝轩吗？好，好，可以合照。